哋叫做中國澳門武術家協會，咁啊簡稱咧就澳門武術家協會。其實呢一個構思咧，又唔單止係我一個人，基本上係我哋澳門一班武術界嘅朋友，尤其是係相識多年嘅啊國家派裏邊嘅師傅們咧，好多時咧都係有呢個意思喺呢個平時嘅見面啊，有時我都會提起澳門咧。是可以有一個空間俾我哋去組織一個咁嘅武術家嘅會，個目的咧就係想將武術咧係喺技術喺高尖精嗰方面咧去推高一個層次啊！因為我哋澳門現有嘅發展武術嘅會咧，都係一個總會形式去統領一啲屬會，咁咧有常規每年嘅比賽，咁呢啲比賽咧。就已經大部分咧係只係按照體育需求咧一個體育競技形式，咁但係中國武術咧除咗體育競技咧，佢有佢自己，佢有佢嘅思想，有佢裏邊嘅嘢，咁樣咧係尤其是我哋嗰啲前輩、資深嘅師傅們、資深嘅武術家們，咁咧係總係咧對武術有一番理想，有一番抱負。雖然佢年紀大咗，但由於佢資歷深厚，佢對武術更有佢嘅呢個成果、研究嘅成果、鍛鍊嘅成果，咁啊更加會執著於將武術咧係提高個層次。尊敬嘅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發展局局長黃有力先生，尊敬嘅中聯辦文化教育部部長劉曉航先生，尊敬嘅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委員唐志堅先生、梁慶平先生，尊敬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陳澤武先生、李佩林先生，尊敬嘅澳門全國政協委員招銀英女士，尊敬嘅澳門教青局代表陳旭偉處長，尊敬嘅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南華英先生，秘書長盧景超先生，尊敬嘅本會永遠會長邝達才先生，尊敬嘅澳門體育委員會列委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理事長、顧問們、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首先對在座各位在百忙中抽空出席本會的成立慶典，親臨祝賀，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由一眾澳門民間中國武術教練和國家派師傅們協力組成的中國澳門武術家協會，懷著推動澳門傳統武術向高尖精發展的使命感，以及為中國優秀的傳統武術文化在澳門的傳播建造平台，讓更多的武林前輩、資深武術家可以繼續貢獻舞台，為中華民族五大國粹之一的傳統武術，為文武中國完整的薪火傳承，讓習武者以武術體悟人生，發展和諧社會的共同願望而組織成立。千百年以來，植根於民間的傳統武術被認為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瑰寶，武術長城世代影響著人類自修自廣，我們用誠意從一磚一瓦實幹做起，建造澳門的武術長城，希望今後有更多的人參與到我們的隊伍，與武同行。在12日之前的7月13日是中國成功申辦奧運七週年的紀念日子，全國各地紛紛舉辦活動慶祝，意義重大。由本會組織以及統籌，連同澳門30多個體育武術團體，於當日在澳門奧林匹克運動場體育館聯合舉辦
新姿型奥运慈善演舞会，澳门体育武术群英展新姿型奥运环四川助重建演艺筹款大会，大家在喜迎奥运为北京加油的同时，未有忘记为四川灾区人民送上关爱，充分体现出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33个体育武术团体为善不甘后人，人人出钱出力捐款献艺，使演艺大会成绩美满成功。身为华夏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爱他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爱他的替造历史逾百年中国奥运之梦，爱他带给我们的激情以及骄傲。今日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爱他在抵受天灾磨难、接受巨大冲击考验的时刻，坚强而有力地带领民族同胞抗震救灾，迅速有效有序进行灾后重建，使灾区同胞逐步走出困境，使我们在天灾的悲情中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感受到更深更大的激情和骄傲。最后祝在座各位身心康泰、事业进步、家庭幸福，多谢。澳门体育发展局局长黄友力先生，澳门特区政府行政会委员唐志坚先生，同心同德，同心同德，贡献力量，贡献力量，此誓，此誓，宣誓人李文钦。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进行第二章嘅拍照留念嘅。咁我哋第二章嘅拍照留念咧，系有请所有坐。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日是中国澳门武术家协会正式成立的首届行政人员就职典礼，多谢各位的光临，我们共同举杯。首先，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国运兴隆、国泰民安，百年梦想的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一杯。在祝澳门特区社会和谐共进，欣欣向荣，武术体育事业蒸蒸日上，冲出澳门，冲出亚洲，饮杯！荣获澳门首届武师教员，30多年前林师傅移居澳门，创立闽南武祖国术协会。莫非言辞的本方好，如土反而黑的，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